事。拯救兔妈妈。一天，在森林里，兔妈妈带着小兔子在采蘑菇，兔妈妈在石头那边采，小兔子在另一个地方采。突然，一阵大风吹来，把兔妈妈旁边的树刮倒了，挡住了兔妈妈的去路。小兔子看到了，赶紧走了过来。妈妈，妈妈，你有没有事儿呀？小兔子，妈妈没事儿，你不用担心，我只是出不来了。那怎么办呀，妈妈？我要怎么救你出来呢？别着急，你去找汪汪队来，他们可以救我的。好的，妈妈，那你在这里等我，我很快就来救你。说完，小兔子就去找汪汪队了。小丽、露马和天天在院子里玩耍，小兔子来到了他们的身边。天天姐姐，你们能帮帮我吗？怎么啦，小兔子？别着急，慢慢说。我妈妈被大树给挡住了去路，她现在在里面出不来了。那你真是找对狗狗了，给我们带路吧，小兔子。他们就一起往森林里走去了。天天、露麻、小丽和阿奇一起来到了兔妈妈被困的地方，他们在周围看了看。妈妈，我和汪汪队来救你了。别担心，小兔子，没有困难的工作，只有勇敢的狗狗。小丽跟着说道。还有勇敢的小兔子了。阿奇，你去把拖拉机开来，我们用拖拉机拴住绳子，再扣住那边的大树，把大树给拉走。好的，我这就去。天天他们和小兔子在原地等待着阿奇。没一会儿，阿奇装着绳子，开着拖拉机来到了他们的身边。那我们开始行动吧。阿奇把车倒在树旁边，露麻和小丽把绳子扣在了树上。阿奇，我们这好了，你拉吧。阿奇开着拖拉机往前走，很快的，大树就被拖走了，兔妈妈得救了。太好了，兔妈妈得救了。汪汪队，谢谢你们救了我妈妈。哦，不客气，只要遇到麻烦就来找我们。做得好，各位，那我们要走了。还有一件事。天天走到了蘑菇的边上，把剩下的蘑菇都采摘好了，放在了篮子里，拿给了兔妈妈他们。谢谢你，天天，还有汪汪队们。那我们一起走吧。汪汪队就把兔妈妈他们一起送回家了。